听到了哈，基本学位基本功，基本薪资4万以上哈，听到了哈。那我觉得年终可能会超过一个月，至少到的。我叫基本薪资给我。哎，突然很高哎，几哎来我。年终可能会到20000哦，年终可能会到20000呢。然后三节的福利一定不少给。老板，老板有。嘿嘿嘿。不可以看直播，再多钱都不行。你可以看重播啊。为什么一定要看直播呢？做不多。根本看不完。哎呀，这样。干嘛在上班的时候看直播？上班就是要认真做事，真的。像我现在多认真啊！在台中要40000块以上很难啊。而且它的产业是属于在传统跟电子之间的，要40000块很难。老板，一个一百啦。百。你说你要有温度，你要有温度可以在墙角看呐。你可以拿着手机在墙角看，墙角有90度。现在这个有大吗？墙角有90度。没有没有。哎，你说什么？谢谢。加美。啊，我留。都没有带水。哎，大刘，大刘。这个冰箱米吧，对，这个怎么卖？什么物件？这鱼皮。哎。煎好了，这样比较安全，比较不会有影响。这样就不会受到那个影响。你起来，我会那个擦跑了。擦了没？对，这个很棒，这个角度很棒。好东西做得出来，不要做错当收音机听我。我你摆我做的，不会反对。一开始是我，一开始是我，不可以去试试看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阵子那个外面的工作不好找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去小胖的公司应征试试看。说不定你很喜欢，说不定你很喜欢，说不定这个工作就定下来了。啊，听起来小胖他的公司是有一个发展的，就是业绩是平稳发展的，所以你不用怕接下来10年内没工作。所以可以线上各位，如果现在手上没有工作再找工作的话，可以去小胖那边应征。我是认真的，我是跟你讲认真的，我非常的认真。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想法，希望有一个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听起来小胖的公司是属于稳定的公司。规模也不小啊，小胖家的公司规模也不小。哎，十几十吧，几个多年啊。线上有一些朋友应该是目前在找工作，可以去试试看啊。他说无经验可。去学一下，觉得可以就留下来了。今天刮了，今天刮嘞，也敢刮？今天5点开始，5点开始，这样。这样，到底哪个无人的是？啊，这免惊啦，今天啊。好，我帮小胖。你不用怕做什么，你就去。他说物尽人和，他可以教到你会，他可以教到你会，你不用怕，不用管做什么的。他说物尽人和，就是你什么都不会的话，也可以去做。没有我。配电盘。
那个小胖，你再说一次你们家公司在哪里，然后或是那个公司的名字，让他们去自己去找，他叫他们去应征。你是做偏的、啊，正当营正当公司啊。第二天听杂，陈冠复杂。4万块的薪水啊，那听说4万块的薪水啊，如果你已经变正式员工，是4万块以上的薪水啊，在台中4万块以上的薪水已经算高标了。你我发的哎呦这是啥的我也不知道陈帅，您早。最少是4万哦，自动控制配电盘、北屯厂、钣金、大理厂。最少是4万哦，你们知道意思？有讲的哦，有讲大概的工作的内容的。我你也不讲你话，我这喊你，你无啦，无在厝的啦，你也不讲啊。大概是3个月内你可以学到所有的东西。3个月。我在学什么啊？然后多学一点，说不定你一辈子就可以靠这个工作了。听到没有？够了。啥地我吧？哎，你我定过，我定过，我定过。好。我等下进去啊，我等下。这个很不好嘞，两百点几分？啊？十点两百你不几分？才两分吧。啊，这嘞，这那边。一个到。一个到。好，没问题了，三盒哈。等一下，我叫他一起卖好了。哎，那个。帮你介绍工作，真的。你们有工作才有钱，有钱才有办法来买东西。对不对？去工作才有钱。有钱才能来现场买东西。三百块，后面剩一件呀，剩一块五件无啊。再五件剩啥？后面剩一件无啊。了解。三百哦，两百块啦。三百块来后来，你们两个后来，然后400后来，这好件三百，这好件真，三百块来后来，三百块真，两百块真，这边件后来，来，包呢？三百块来。两个人包，
一盒200。来，一箱虾米过来。一箱虾米。刘西找啊，刘西找。一箱虾米你的吗？好的，好的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虾米来？哎呀，这加个几两来？能把好像很高来。人家干什么？填了哎呀，开始填了酱来就来。也有女员工卡住，招来，招又来，人家干搞尿了哦，人家干搞在填了酱，所以听起来就搞在之前那酱重要，之前用尿来，有底薪，然后有加一点点业绩，听得懂吗？就是他们是固定薪水，就是底薪有。你包好了问一下，这包多少钱？三百。哎，分析一下给你们听了。包三斤当三百好呢，哦，这个是重量没啦。公司的订单是接不完的。几百啊？几百？好呀，把产量提高。你产量提越高，你的薪水就越多，就这样子。邱警长。哦，就包什么？你怎么在做？怎么在美容？你说哦，伊无啊，哦，伊几个啊？我以前个只只尾，我好像只尾一尾包，我你无买哦。啊，哎呦，四千五百，啊，现在一下个见人。黄姨。黄姨出来，黄姨，黄姨，那边啊，我只叫你出来。哎，黄姨，黄姨大只只来，黄姨水来，黄姨平常做到真来，黄姨是黄姨就是这很老实水来，我够台只尾今天是一百六来，只尾大概卖开两百，包好了来，八十块钱，收来只来五百六。你过来反正想公牛啊，我爸几十八万，就一斤啊，嘿，十八万就一斤啊，六百公克就一斤啊来，这公牛啊就我爸几十八万，一斤，只买就要点买一斤重的了啊，只买要一斤来吃来，一斤就卖两三两五吃来，只买卖200，卖卖400，想买啥吃来，500，好不好？想吃来，三只500，四只500吃来，四块500，我提上来500来500六，500好吃来500六，500好吃来500，五百块哦。你五百块吃，怎么可以办块吃？来，阿弟，你们这，来，你看哦，这吃笋蛙的看哦，吃四五个啊，吃笋蛙，笋蛙就400块，吃500块，阿弟看你这500块，200块，你看大只，阿弟们个细只，高胖啊，哎呀，对啦。我不要不要进来。后面有鳝鱼，有鳜鱼啊，有鳝鱼甲鳜鱼，搁土豆，嘿。你看食多少块无食，食够。
二方庄。他说：“你说你是礼拜几有几号有空啊？因为你要乐牌。”下星期五 ，OK， 你要乐牌哦，我跟他讲一下。现在我来看。龟头吧。啊，龟头。龟头，龟头，龟头不黑哦。有。有不黑啊？有有有有。龟头。有龟头啊。有黑的不黑啊？有黑。大部分用新的。小方要工作。下巴的镜头，好，好，下巴不要，来下，下巴，低头三步来下，一定要画面来破啊！可是，其他叔叔吃内行，还是要不断注意做啥来？一口吃一偌济，干用行的尔，听我先吃干一行起哦，一行起百五小块下来，冒一只一百五两三包下来，两三就两四条下来，五包下来五包就来，两四条下来五包就四包了，三包了啦，今年啦，来啦，五条三包啦。好像是吧，然后现在经常上报了，现在。对啊，好吧。好，底下来的，来的，要了，要来。现在上报，现在上报。小胖，你准备怎么来？上报，现在上得上报。四点上报，现在我点将四位，四位跪下来。我点现在上报六来，上报现在上报，我点现在上报六，上报完了，然后现在上报六来，上报完了，我那个早等来不播了，不播不播了，现在就遇到遇到新播了，可是人就人就死活的就跪下来播。有啊，阿哥讲你过来。有啊，有没有上来？去哪？不要紧，我落地了。一百三，不是的，我吃了烧了150。快点来，快点来。我来，我来，这不要，我啊，这种加一包吧，这样一包，这固定的呀。对啊。嘿，这样无一路一百五的啊。一百五。一百五无共无共斤的，一几米线的无，我无围啊，这无围啊。几米线料啊，就这啊，这以前两包料啊，侪啦，料啊侪，差一下这料真最少尔，肉最少啦，差一下这肉最少啊少尔。哎呀，公园礼拜天是吗？啊，下巴的话，石头啊，石头啊，石头啊，石头不要吃。好，不吃了，吃吃把定用行的地方，我看看用行的个地行个就包我，是啊，只包我，只能包你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包两包，两包会四包钱，三包了来，不两包钱，哎呦，三包了啦，三包来，来，三包来，三包来，三包来，哇，这么贵啊，这来，这么贵啊，这么贵啊，来，这来，过来，这来，三包来，多少钱？来，三包来，贵些吧。龟下巴下来，下巴下来，下巴下来。龟下巴，下巴下来。龟下巴，下巴下来。这样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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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走到我走的，马上到我走无灵，没快点。阿姐，我来，我真系，因为我哋像阿姐咁白头发嚟，我就水嚟。不像我真系，真系不食哦，真系不食鱼哦。我个黄鱼龙食苦肉，你知啦。你叫你大妹啦，哈，叫你你大妹啦。我大妹好啦，我真系不食黄金啦，大妹大妹真系都捧你落嚟，不食真系，你白头睇，每晚睇六十真系，六十真系，每两杯三杯真系，二只五只真系，一杯真系，十八条啦真系，每个十块钱真系，十八条。不要再玩，我以后不要再搞玩，玩死了来，肯定不倒位了来，大家嘛不倒位来，肯定倒位来，倒位来，倒位这里要要管住你来，肯定。不管住。管掉掉，倒位要管要管住你们来，倒位来真系，不辛苦。我倒位，这边不要把倒位弄弄钱。这样，这边才敢，不要能把钞给下来。我把了啦，我把了呀。他没黄鱼啊，你不叫我们家。那个黄鱼多只嘞，一个来五块钱嘞。十二人。哦。我多细细。那个黄鱼好快。
500块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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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0块钱